想法。贵贵上台、欸，上台哇，六双十多只，妈，真的假的？那上血是被靶子打，被枪打。哎，其实 DB， 我觉得我们应该打出一个战术。三双还是十双机啊？南村包围城市，打出一个仓库战术。啊，我说什么包围城市吗？拿定一下。村包围城市吗？仓库战术。哦，就这个仓库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哪个算是仓库战术？只能防守，不能进攻呀。肯定有人进来。哎，你们别跳这儿，我跟 DB 两个人跳就行了。哎，你们别都跳这儿，我们换点地方吧。那个跳这里吧，跳我们跳这儿。两个人不够，现在是十个人拉，两个人不够，我感觉。哦呦！卡好卡！哦，不要仓库人家不会进。盲点仓库，这把我无差别屠杀，好吧？盲点仓库四个兄弟，好吧？无差别屠杀 ，AK。黄点行吧，嗯，不要黄点。四个人，然后两个门各守两个就行了，我感觉。不是，但是十个人干拉怎么办呀？守着的话，十个人干拉。守着的话，分长得比较慢。没有，就完了，我不知道跳哪去了。不是这个你不送的话，对面也拿不到分的，我感觉。对啊。有人拉这儿。哇！他迷你四 K 点的比我 M 幺六快。我操！倒地。你怎么落地？全部都是你们死的，怎么？全是我们人死的。抢下来，抢下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抢下来。倒两个，倒两个，那边倒两个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那边还有一个人。Go, 看到那边倒了一个，倒了，哎，这边箱子上有一个，左边箱子上，侧面。哎，我没子弹，我没子弹，我掏出第十八倍，哇，就十五发，啊，来，哎，旁边还有你，旁边还有你，后面，没事，把这仓库放下来就没问题了。哎，我这波疯狂击倒，不是这三个人仓库里打的话感觉还可以，不是。你们全部在集装箱呀！十八岁的，我去。等于说我们占一个复活点，楼顶一个，楼顶一个，是往复活点跳就行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要有个复活点，你很急。嗯，战术大师第几？有点秀啊！你们那边上面飞好多人，七位，你们那儿飞三个人，知道知道，三个人我看见了。哎，我迷你十四我不用。哎，兄弟，你旁边有个人。我知道，凉了。怎么都？哎，我怎么又上飞机了？哇，错过航拍，心态爆炸。真好。哎，把我去跟 DB 守仓库。哎，那边就你们那儿落了个空投。不是 ，SW 高塔上有四个人。跳的时候小心，高塔不露，哎，有人，脸上有一个，你们脸上有一个，脸上有，哇，我们好分散，到底去哪？仓库失守了，哎呦，完了，换位置还是什么 ？VSS， 好他妈僵，别跳太远了，哇，完了，枪感觉一波炸了呀。太分散了，爆炸了！别急！我撞点了。脚底下，哎，托尼，和你隔一个箱，前面箱子背后。别吵！我掉了，他没血。好，外面有人难受。哎，我们。我脸肿了。啊！啊，这没来得及救。还行。五号旁边有一个。你说，你下不来往里面打。我背后有一个。bug， 我看托尼有 bug， 坐着在走路。没子弹。没有分弹。VSS， 好，这把我上吊楼好吗？吊楼已经有人了。我们全自动的武器。
雷都是谁在扔啊？我操，怎么这么多雷啊？他们哪里有人？哎，盒子不见了。我操，这里爆个空投，干好难用啊！我操。下一把超越神可以来。想的有点多吧，这朋友。哎，我屁股后面有人。我上吊楼了。好了。我上吊楼喽。他有谁打我？嗯。谁他妈打我？谁能打得到我？空投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空投没抢到，被打下来，又把 MK14，没有飞进。MK14没什么。那 SS 掉楼。这空投也是捡的，这空投可以捡。哎，有人落了，看头顶，看头顶。我们这边八个啊，你那边几个嘛？我现在就一个呀。啊，那等我们这边打吧。不行，我要找人干。我们已经稳下来了，好吧？稳住了局势。因为你在上面帮我们补人。对啊，帮你们补人啊，帮你们补人啊。去后面一个。哎，我这里有。这位置贼好，主要是我枪好。这模式 VS 真的好用。哎呦，谢谢。妈的，我跟孙在这里只看，只听在枪上看不见人。我靠，惊了！哎，没事没事，这把应该基本上是稳的，好吧？哇，心态爆炸，又错过了一把航班。我也是，错过一波航班，早知道应该死。对啊，死快一点嘛。空投，我靠！你妈，这捡瓶子有什么用？这装备全靠打，兄弟一起不服就分。真好玩的地方。我也龙门吊之王，龙门吊之王，我来了。啊，就吊车了。两个人的枪都不太行了，兄弟。这枪好呀，真的强。他们高点，其实他 VSS 好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VSS 啊，谁倒了？哎，我直接往你这上面跳，好吧？我这把是迷你十四。DB 下面，好了，有多的九毫米吗？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九毫米我有。那附近就他一个。哎，集装箱你们那边还有一个人，你们那边还有一个人。看头顶啊，落了。啊。哎，精准降落。无差别屠杀。你瞄准了大飞机。我还敢捡呀？亏。人都在哪里？曹老师，你要登高望远啊！你别上面真好玩，看不见。抢了个绝佳的位置，真好玩这游戏。仓库里倒一个，扶不了。救下吧，能救下吧，二号。你往外面爬，你往下面爬，往背面爬了能救。你要开那个游戏麦说话。哇，这把 M16 真的垃圾。嘿，想打吗，老铁 ？Thank you。那个也可以扶，你往箱子背后爬。哇，龟龟准。龟龟。可以。把他拉起来了。哎。再扶。哎。兄弟，转身扶一下。那人倒，他现在只能等死，好吧？下面落一个，下面落正下方，倒了。我现在需要精确打击，我子弹不够了。还有九毫米吗？还有九毫米吗？哎，哪打我操！下方，正下方，哇，贵贵。换位置啊！他倒了，他倒了。又错过航班了。啊，我也倒了，哪个老铁来拉我一手。先位，蹦蹦。有没有多的那个子？有没有多的那个五五六？没有，我全部九毫米。有个傻屌在那边舔包。哎，我又倒了。在哪里？
来来来来，你是在哪被打的啊？那我们其实只差一分就行了。最后一分，最后一分。哎，不是啊，这是。